我每次想家的时候都会看看这个碗，这个碗很像我小时候吃饭的第一个碗，看到它就有家的感觉。家的温暖就像一碗香香热热的米饭。今晚大年夜，很多地方都在下雪，不管你是在哪里打拼的孩子，不管外面风雪有多大，我相信此时此刻你的心，大家的心都在一件事情上面，也就是回家团圆。如果能在这个时刻吃上热腾腾的团圆饭，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。家就是每个人的避风港，不管外面风雪有多大，只要回家一切都解决。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幸福，平安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